来西亚呢，有一位人称猴爸爸的环保志工，每个周五他都守着环保站。在3年前因为脑中风，不过他靠着坚强的意志力，短短一个多月再度出来做环保。他说这是最好的复健。要去环保，去环保站咯。每个星期五准时开车，79岁的侯天才一站又一站接送环保志工，6年来风雨不改。我没有在念人家在啊，如果你没在，他们有的去吗？没有的去哦，真的没有的去做环保哦。年轻时为了工作，侯天才当了一辈子的卡车驾驶。2009年投入慈济后，开车却是为了成就更多人。全靠慈济菩萨，我才可以来做环保。做环保好吗？快乐吗？有的讲话，有的是东西。这些环保菩萨重要了，没有看到他们就不开心了。好在手有力，身体健康。讲话中气十足，看不出3年前曾经脑中风。他靠着坚强的意志力，短短一个多月就回到环保岗位。我们出来做工啊，身体就会比较好了。哎呀，我快快好起来啊，要去做环保。你看到他就是那种要付出的那一份心，哦，真的是很坚定的那一份道心，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鼓励。我在这回。这些菩萨，我心情很开朗的。侯天才爱做环保，也成就别人，晚年生活更有意义。大爱新闻饶玉润、钟建明，马来西亚报道。